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然后说啊，你去韩国做工啊，些老板吧啊，你去吃的住的，吃喝玩吃喝吃的喝的住的，穿的、啊，老板全都给你包。真的假的？知道吗？你朋友去了。我那个书，然后就从韩国回来。不知道。然后他在那个打鱼嘛，去韩国打鱼。啊、一样，老大。不、哦，哎，韩国人对不起。80%的都管。啊。You understand？、哦、好，我说韩国人最不喜欢打鱼，知道吧？日本人最喜欢这个工作，韩国人最不喜欢什么？干什么？拍拍。Hello， 我要拍照。不要拍呀、啊。No。哦哦哦 ，OK， 掉下来。哇！哎，有问题呀、啊？不问题，OK。